我是威威宝，我是家远远，赌神之夜我们来耍宝。黄绿的衣服听说很难找，浙江逛了还是找不到，但你们还是一个都没少，休闲真的感动爆表。 OK， 即将为你们来做星座播报咯。五六七八火象，那红色星自大火爆到不行，优点就是很有个性，但是有时太过自信。那土象黄色星处理事情他非常小心，稳重踏实还很实际，就是有点情感洁癖。风象绿色星面对感情他格外冷静，分手劈腿他都没有关系。咦，真的该被劈。水象蓝色星遇到事情哭哭啼啼，整天只会喊着妈咪，偶尔耍点小心机。以上这些都参考而已，大家千万别太不在意。现在开始摆动身体，解放自己 ，Ready Party！ 刷上你的战袍 ，Gamble Right Now， Gamble Right Now， Say Gamble Right Now， 赌神之夜 ，Gamble Right Now。Gamble right now, come on! 欢迎大家来到赌神之夜。对，就到这句啦，就到这句啦。